Yiyun Lu from China for Peacemaking Nanking. 我叫洛逸云, 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电影学院学创意制片。 因为我本身是南京人，然后我的外婆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，在当时这段中国的这个二战浩劫，涌现了一些英雄事迹，是我从小耳濡目染的。惠特林小姐，她就是在我心中是一个真正的女性维和使者。 我有一次在一个犹太人的片场，然后当时有一个日本人，他问我从哪里来，我说我来自于南京，然后他说，I'm sorry for what we did. I'm sorry for what happened. 当时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，因为这么多年以后，还是有人记着这件事情，为他们当时所作所为表达歉意。我觉得现在，在日本的这个政府，他们还差很多，所以我希望我们青年的这个。 使命也好，义务也好，是希望能够不要遗忘，因为遗忘就是对过去的亡灵、对英雄的事迹的一种背叛。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能够到世界上来，然后告诉大家说当时的这些事情，当时的这些真相。